你让范浩干什么？炒了两个菜，一会儿你拿去给张娘娘，看看她还吃得出回锅肉是我炒的不？你自己不去？你要给人家还礼的嘛。得了恐高症。你笑什么嘛？我不可以得恐高症啊。可以可以。哎，你干嘛？怎么吃起来了？咋啦？还按到盖子不行哦？老肖，来份腊肉。哎，好嘞。